Factor. 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mile, I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Acting like you know me, that's the worst shit. I know in my soul, that's just how it goes. These days I don't get no sleep. Couple minutes and I'll be good. Back up, that's stuck. You know you gon' get if you step up. Messed up, well I been done when I pass up.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nthia。你们知道吗？现在外面正在打雷闪电，又下大雨，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看到我脸上有这样啾啾的那个样子，应该就是外面的闪电。今天呢是星期天，然后我今天特别有早起，然后做了一点 morning workout。头发。然后因为我前两天跑去做了在香港是第一次的 facial， 保养完之后我的美容师就跟我说你的脸现在很干，所以他帮我敷了一个保湿的面膜，然后他叫我说回家之后也要继续敷保湿的面膜一两天，那就呼应到了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面膜机，那就是这个 For Real Sweden 的 UFO。 大家之前可能比较常听到他们家的洗脸机，但这个是他们新推出的面膜仪。这个面膜机你可以搭配他们为了这个机器特别研发的这一系列韩国的面膜，那我这边总共收到四个不同的，不是口味，就是配方。首先第一个是 H2O Overdose、Make My Day、Glow Addict 跟这个 Youth Junkie。那这四个面膜呢，我都已经试用过了，但是因为我现在脸实在太干了，所以我今天想要来用这个 H2O Overdose， 它最好可以让我的脸 Overdose。H2O 不是别的 H2O。 如果你没有用过面膜仪的话，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神奇的小工具。一般来说我们不是可能敷那个面膜然后撕掉或洗掉，或者是敷那种一片一片的面膜嘛，但这个小机器它有两种导入技术。第一个是热能技术，它可以将面膜里面的活性成分瞬间的导入到你的基底。第二个是冷凝技术，它可以有效的提升跟紧致你的肌肤，然后缩小你的毛孔，然后减轻脸上的浮肿，因为它就是冰冰凉凉的嘛。是它要搭配这个 For Real 的 App， 就是这样子去 scan 上面的条码。Secure the UFO activated mask facing up。扫完条码之后，这个 App 就会知道你想要敷什么样子的面膜，然后就会有一个对应的 sequence 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呢就把它打开。你看，你不看到水喷出去了？然后呢，然后你就这样子把它放上去，然后再把它盖起来。Oh my god！ 然后我就按 start。Use a circular motion as you gently glide UFO across your face and neck。这个 UFO 的面膜仪它有 T-Sonic 声波脉动技术，可以以每分钟10000次的速度把精华的活性成分导入肌肤，同时促进血液循环，还有舒缓按摩面部的肌肤。那另外呢，这个装置有三种不同的 LED 模式，包含抗痘的蓝光，还有有助均匀肤色的绿光，还有提升紧致效能的红光。我自己使用后最大的心得是，我感觉它真的可以帮助那个面膜更好的吸收进你的皮肤。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用，然后用个一两次，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跟一般你敷面膜的差别。虽然它有专属搭配的面膜，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些精华，你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当做导入仪来让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最后呢，是它真的很省电，它每充一次电基本上就可以用大概90次，所以如果是出门或旅游的话，带它也很方便。面膜就差不多到这里，然后我现在要来做一些基本的 skin care。那我今天用的精华是这个 Innisfree 的 Brightening Pore Serum， 那这个呢是我被 Mira 烧到之后，因为 Mira 用起来那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啦，加上因为我这边的毛孔还蛮粗大的，然后这个是它的 Spot Treatment， 应该就简单上一点在我的毛孔最粗大的地方。是不是应该用广东话来录一个化妆的影片？其实我知道我最近看美妆影片我都会自己练习。第一个有残本，但还好好用。
好，对不起，我再练习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就是要简单的 get ready 一下。Hello, Ramona. I can't shake the simplest feeling beyond the ghost. We stand on the opposite shore. Hello, Ramona. I reach through mysterious ceilings, my only hope. I look for the things I don't know.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makeup。其实我今天用的眼影跟口红都是我前两天新买的。对，我有买东西了。这个是 3CE 的 Mini Moto Eye Color Palette， 它的色号是 Hashtag Side by Side。我给你们看一下。Oh my god！要当美妆 YouTuber 真是不容易啊！我觉得打底用这个，然后上面叠擦这个，眼尾加这个，这个 combo 真的不太会出错。然后另外我嘴巴上的这个颜色呢，就是它的 Velvet Lip Tint， 我其实已经有过一支了。然后这个的色号是 Hashtag Think Again。It's just for today. I know you're just here for good fun. It's over before it's begun. So don't let me fall for a figment of my imagination. Don't be a stranger.我的早餐现在还在电锅里面，然后我刚刚先自己做了一杯 latte， ice latte， 因为最近实在太热了，每一天都是30度，要疯掉了。好，然后我现在呢，想要来开箱一下这边这两个东西。这个因为是刚刚才拿回来的，所以先消毒。天哪，好多塑胶袋哦。我觉得我拿剪刀真的好危险哦。哦，这个是 Hydro Flosser 净白水牙刷，开箱给你们看。OK， 充电器，然后这个是什么？喷嘴。这个品牌叫做 My Feel， 然后他前阵子有来联系我，然后说想要寄这个给我试试看，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牙齿很不好，然后其实到现在还蛮多人会跟我讲说，哎，你牙齿很黄，要不要去做美白什么的。各位，真的对我来说，不是去做一个美白疗程就会解决所有的事情的，并不是这样子。我今天晚上开始试用好了，那用完之后有什么心得，我再跟大家分享。噔噔噔，好嗨桑，开包裹。好，这个呢就是我，我真的是好期待啊。是我前阵子呢半夜的时候，就是
一个手滑就不小心下单了。但是我真的是被广告打到之后，我就点进去他的网站，我认真讲，我大概5秒钟我就决定要买它了。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我们都有被监视，你知道吗？因为怎么可能我最近想说啊，我好想要买这个，然后我就会被这个东西的广告给打到呢？这很不合理吧，各位，你们好可怕，我一定有被监听，这个应该有违反到隐私吧？等一下，我要先呼吸三口。噔噔，这个呢是有一个韩国的品牌叫做 Modori， 那他们家出的一个锅子组，我真的好期待，因为它网络上面的照片真的是美到一个美丁美当。先开小的，这是什么？哦，这个是那个锅子的把手，好冷哦 ，nice。好，我现在三个都开箱出来了。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比较扁平的锅子，我可以想象我现在用它来煮意大利面或是那种一锅炒的东西，因为它是算够深的一个平底锅。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我觉得它的用途应该还蛮多的，包含你可以煮汤啦，你可以煮，我觉得你大概可以用它煮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吧。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呜，我觉得它是专门煮汤或是煮泡面用的，因为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口，所以你水倒下来的时候它就不会跑到旁边去。然后另外它有附一个锅盖，真的好美哦，我的天哪。因为这一组呢它总共只有放一个把手，所以我现在来研究一下这个要怎么用。哇，我是天才吗？欸，很棒欸，我真的是太佩服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用它来煮饭。 Oh no， 我滴咖啡了， fudge。 我多数都是最不需要开到太大最大的火呢那烧它的，那所以呢我最多都是开中大火。已经久违的戴上了耳环，那今天我也是要去跟别人拍影片。那其实每次跟人家拍影片，我心里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在自己的影片当然就是可以讲很多屁话，但是我觉得我在别人的影片里面反应都不是很好，然后就会觉得很抱歉，然后压力很大这样。我的上衣呢，一样是在 Killing 的网店 Paper Girl 上面买的，然后裤子就是 Uniqlo 的牛仔裤。然后因为今天要带相机，所以我背我迪士尼的后背包。 Hello 各位，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拍片的场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party room， 因为我们两个都太想念台湾的饮料了，所以我们刚刚去买了 share tea。 其实我在台湾根本就不会喝 share tea 的，
好的，大家知道我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吗？来哦，一二三，你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嗨，我是严正 Wallace。还可以 zoom in 为什么我有马来西亚腔啊？刚刚那一句。还我，小小。我刚刚拍完了第一支影片，大家猜是什么呢？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什么呢？很好吃的东西。其实你知道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吗？你记得我上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吗？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但是你那时候应该还不知道我。等一下，真的假的？真的。如果是 event， 我唯一想到一个。哪一个？那个 Cool Japan。是吗？ Cool Japan 我没有见过。在圆山，就是不是他颁奖给你玩，然后我们大家就坐了车到某个地方。对。因为那时候我是跟 Mira 一起去的。我那时候他在 Mira 旁边。对，我就想说，哇，怎么会有一个长得那么像漫画男主角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粉红头发。我有粉红色的头发，然后就是很高傲，然后这样走过来，这样，然后我就想说 ，OK。但其实我是一个智障。我突然觉得你好像我一个朋友哦，我给你看，不是，我觉得脸好像也蛮像的。还好吧。你不觉得跟超越有点像吗？哎，你可以放个照片在这边。就是你们都是属于那种五官很分明的人。所以有的那五官是皱在一起的意思吗？这是怎么形容？我看一下你怎么讲。我们卡。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找公司然后邀约他一起拍的时候，然后我经纪人也跟我说，他有点很害怕自己也不懂哎，因为他说他自己很不台湾。我说怎么办？他们会说是哪来的台湾人？好，我们继续拍摄。来，我们现在准备要拍第二支影片。对。然后这一支，请加油。前两天我在超市买到了特价的芦笋，所以我就想到来煮这个很久没有吃的培根蛋面，然后配的是 Moscato。 야우주소담탱이가너불러새끼이거참신기하단말이야我现在准备要洗澡，然后上次跟大家讲说我想要装的东西已经装上来了，就是我的手机支架，就是看起来很荒唐。我现在去洗澡，然后我来看 Plan D 的影片，因为它五个小时前上片了。呼呼，看我就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观众。我现在洗完澡了，然后今天的 skincare 呢，我想要再敷另外一个面膜，因为我觉得的确我现在的皮肤是
蛮干的。今天晚上的组合有点 matchy matchy， 都是浅蓝色的。那这个叫做 Make My Day， 它里面有 Hydration and Anti Pollution， 所以 ，Yep。然后最近 Twice 不是出新歌那个 More and More 吗？讲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有点就是很问号，想说这首歌我好像没有很喜欢的，有点小小失望。但是你知道现在多听几次，然后再加上看到他们实际的 comeback 舞台之后，突然就觉得说，这首歌其实还蛮洗脑，然后蛮好听的。然后这次啊，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很喜欢他们每一个人的造型，因为我本来就是每一次 comeback 我都会觉得，有几个人他们就是在这次 comeback 特别的突出，但这次没有从他们的那个 line distribution， 然后到造型，然后再到舞蹈。每一个都很美耶，这是我第一次觉得 Twice 的回归是每一个都美到我一个讲 Oh my God 的这种。那我自己这次的私心呢，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彩英，还有子瑜，还有智孝，这次也美到一个不行 Oh my God， 这个震动真的蛮有感的，那个精华就这样嗖就被吸进去了。然后另外，如果你觉得一次还不够的话，其实你可以 repeat treatment， 像我呢是想要再用一次。再来，我的保养呢，一样是用这个 Innisfree 的 Brightening Pore Serum 系列，因为他说要早晚用才会比较有效，所以我最近很认真的早晚都用。希望你对我真的有用，我很需要亮白。锵锵，好的，我的 skincare 做完了，让它挥发一下。另外，因为我很容易消化不良，然后我今天晚上不是吃意大利面吗？那我的身体对于面食类还有奶类的东西消化都会很慢，然后很差，所以我现在来吃一个益生菌，这是我妈帮我买的，这家，这个，其实我不期待它这边说可以排便顺畅啦，什么东西的，我只希望它可以帮我好好把我肚子里面的食物给消化掉，不然我真的很讨厌胀气的感觉。接下来我要把我差一点点就看完的这本书《风筝落不下来》把它看完，尤其是我无意中发现这个作者其实跟我同年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里面的故事全部都哇感同身受，你知道吗？这个周末其实除了我今天跟严正拍片之外，我其他基本没有跟其他人有接触。我现在想到明天开始我又要重新跟其他的人类交流，我想到就觉得好累哦。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